小走，你这么年轻有为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小一成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长什么样啊？很漂亮，独立，能干。这样翻译可不可以啊？多漂亮！有照片吗？别忘了现在我们的关系，你是甲方，我是乙方。 我们应该保持距离。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啊，感情只占生活的10%，我们两个就太多的不确定性了。10多年了，已经足够了解的想什么呀？如果拿不下这一单，我还能力挺你去联合国吗？进华生成为首席翻译官。 我没记错吧？工作是工作，感情是感情，智能翻译取代人工翻译，这是时间的问题吧？希望肖总可以体恤医院的不易。我为什么要体恤？我是做体需行业的吗？甲乙方合作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，而是共赢。我们传统翻译永远不会被取代。不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到感情中。 你是不是也想和他重温旧梦？虽然都是两个独立的个体，依然可以并肩前行。所以，人工翻译和智能翻译缺一不可。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要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。这一次，让我们合作。出发。我们需要被听见，更需要被爱。